开始了，请后场区的各位选手做好准备。手机要收起来了，结束后联系。严旭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是有朋友在比赛吗？嗯，女朋友。陆恩彤。是我。评委会主席安妮老师想见你。现在吗？有什么事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尝尝失去的滋味吧。有没有人啊？放我出去！为什么把门锁起来了？开门啊！开门！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陆恩彤登场，有请。